现在呢也更有时间来管理这个茶商了。前面呢这一块呢就是我家的茶园，现在管理这个茶商的这个产量也增加了，所以呢老叶就不要采进去了。我们这里呢最出名的是正山小种，整个武夷山呢只有保护区中心地带了才有。现在我们家里呢每年能产800到900斤的金茶了，差不多家里60%的收入是靠这个茶叶。最开始的这个保护区的时候呢，是不让大家砍树坡边这个种茶的。后来呢，武夷山开始推广绿色生态茶园，鼓励引导我们按标准建设生态茶园，兼顾了生态保护和农民增收。整个武夷山因为生态保护的做得很好，环境呢和风景呢都一直都很不错，再加上现在变成了国家公园，知名度呢也更高了，我们的茶叶也卖得更好了。你回来了，你到今天到看山那个茶叶采的怎么样？山上满山都是的，我们可能不采老的。那也挺零工了。除了做护林员呢，再加上这个自家种的茶呢，比原来呢会赚得更多点。原来是有这个老房子，2016年盖一个新的。楼下了我们自己住，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这个游客慕名而来，楼上的民宿也能赚点。我感觉这10年是我和我家乡天荒地厚的10年。